各位好，欢迎收看《禁忌史话》，我是李素。1921年7月，有十几个人在上海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迄今已经近百年了。我们今天回头看看，这是怎样的百年。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通过的第一个纲领规定，中共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也就是公有制。还有就是联合第三国际。请各位注意，这里提到的第三国际也叫共产国际，由当时的苏联建立，向世界各地输出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而这个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关系，并不是像中共纲领中所说的联合关系，而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1920年2月，俄国共产党，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占领了西伯利亚，随即建立了俄共远东局，专门负责在中国、日本、朝鲜、蒙古等东亚国家建立共产党，输出苏式革命。俄共远东局成立两个月以后呢，就派遣维京斯基，这个人的中文名字呢叫吴廷康，派遣他呢伪装成苏联生活报的记者，到北京见了李大钊，在上海见了陈独秀，劝说他们组建中国的共产党。李大钊呢，曾经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学，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1918年1月，经张世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和经济系历史系的教授。张世钊这个人呢，曾经在1920年资助过毛泽东20000银元，这在当时呢是一个天文数字。他的养女叫张寒芝，后来在1970年代的文革时期呢，当过毛泽东的英文教师，他也是当时中共外长乔冠华的妻子，他和前夫的女儿呢叫洪晃。陈独秀呢也曾经留学日本，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就是文科的最高负责人，并且教授文学。但是仅仅两年以后呢，陈独秀就因为嫖妓问题受到指责，被迫离开了北大。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参与了杂志《新青年》的工作，而且在1918年12月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在中国推动共产主义。所以，俄共远东局的吴廷康找到李大钊和陈独秀以后呢，双方一拍即合。经过共产国际的鼓动和指导，李大钊和陈独秀还有其他一些人串联协调，在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被推选为最高领导人，就是中共中央局书记。有一点很重要需要指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是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国际直接促成的，而且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经费的主要来源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提供的。比方说，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来自中国各地的13名代表，就是由共产国际出资前往上海开会的。实际上，根据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梁奎松所著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这本书呢，记载，从中共一大召开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个报告它是有这么一段话哈。就是说，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国际携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也就是说，95%的经费来自共产国际。那么，中共和苏联以及共产国际是什么关系呢？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宣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接受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指导。与此同时，从1923年到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过122次讨论中国革命的会议，做出过738个决议，以便指导中共的工作。2007年6月1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有这么一段话：莫斯科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的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直至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大家看看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一个由外国势力直接资助和指挥，试图以暴力推翻国家政府的暴乱组织？但是在普通大众看到的中共官史中，共产国际的大量资助被模糊地说成是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中共效忠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行为被说成这在当时是必要的选择。如果现在有人这样做，至少要判个煽颠罪吧，怎么轮到中共自己就成了必要的选择了？不过中国共产党不讲真话绝不止这一次，也绝不止这一件事。1921年中共建党后不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了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随后提议呢中共与国民党合作。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与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先后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此时的中共呢只有420名党员，而国民党当时号称有20万党员，几乎是共产党的500倍。所以中共这个幼苗要靠在国民党这棵大树上发展。因此中共三大通过了一个决议，叫做关于国民运动以及国民党的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说呢，中共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国民党呢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然而实际上呢，这些是说给国民党听的。在中共内部，中共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并且强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共产党内来。这不就是等于借国共合作之名行发展壮大共产党之实吗？果然中共全部党员420多人在1923年全部加入了国民党，他们显然坚决贯彻了中共的指示，积极扩大共产党。到了国共分裂的1927年，中共党员数量已经发展到近6万人，增加了将近140倍，外加5万多共青团员。而当时国民党号称拥有100万党员，只增加了5倍，人数从相当于中共的500倍降低到16倍，而且这还包括10万中共的人。试想现在的中共会允许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或者中国的8个花瓶民主党派在中共内部发展自己的势力，成为党中之党吗？这种借国民党的势力发展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和做法必然导致国共分裂。面对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哪个党不会发狂啊？不仅如此，中共还非常注意掌握权力。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的时候呢，仅仅有400多人的中共呢就占据了1/4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者候补执行委员，还占据了几个部长的职位。到1927年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已经上升到1/3。
再加上中共争取的国民党亲共左派占了三分之一，中共党员还占据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半的部长和秘书的职位。那个时候，苏联顾问和中共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共唯一没有真正控制的就是蒋中正指挥的国民革命军。也正因为如此，蒋中正才能在国共分裂的时候呢击败共产党。但是这个教训是惨痛的，就是国民党轻信了共产党，险些被共产党吃掉。1936年，中国红军在国军的围剿之下呢，是东逃西窜，抵达陕北。此时恰逢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日军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共呢乘机提出联合抗日，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当时中共红军从30万人被国军歼灭了90%，只剩下不足3万人马。在国军的围追堵截下，连招架之功都快没有了，怎么可能还有还手之力去打国军呢？所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其实是让国军不要再打共军了，明明就是共军的缓兵之计嘛。然而这时奉命围剿陕北共军的东北军阀张学良和西北军受中共控制的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兵检，扣押了蒋中正，迫使他停止进攻共军，联合抗日。这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于是乎，奄奄一息的中共得到喘息之机，将共军摇身一变，成了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时呢，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提出4项承诺。不过从后来的事实来看，中共从来没有践行过任何一项诺言。这第一项承诺呢，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而事实上，中共从未为三民主义而奋斗，而是一直为他的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第二项承诺，取消一切推翻国民政府的暴动政策及赤化政策，停止一切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事实上呢，中共从未放弃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目的，而且最终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这第三项承诺呢，是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以其全国政权之统一。事实上，尽管取消了苏维埃政府，但是后来的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就是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共陕北根据地，从未真正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而实际上形成了国中之国。第四项承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而事实上，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尽管改编成国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但一直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从未真正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挥。这支武装力量从国共第二次合作时的不足3万人，发展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的100万大军和200万民兵，最终在中共的直接指挥下推翻了在中国大陆上的中华民国政府。这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叛乱武装。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结果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果大相径庭，共产党终于借着这次合作壮大了自己，拥兵自重，打开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大门。我们再看看中共的建国理念。中共第一个纲领中明确地说，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但是在中共建国之前，中共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和帮助，不惜公开宣称要建立一个美式民主的国家。例如1943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
毛泽东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说，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美国当眼中钉，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在1944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一天，中共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说，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他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他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他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1944年11月，毛泽东在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的讲话中表示，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1945年8月，毛泽东对路透社记者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也就是说，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地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呢，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不可能、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没有兑现任何上述承诺，既没有赋予人民普选权，也没有实现三民主义和四大自由，既没有成为美国的朋友，更没有以美国为榜样建立美式民主。中共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专制和集权政府。中共的第一个纲领呢，就提出将土地收归社会所有，也就是要土地公有制。中共在北伐期间呢，和红军时期呢，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但是在抗战期间呢，为了让国民政府放心，也为了笼络地主乡绅，中共宣布不再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抗战之后，中共又变了脸，在自己的占领区，他们叫做解放区，再次实施打土豪分田地，名曰土改。1949年9月，在中共即将建国之际，中共邀请各派人士共商建国大业，发布了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是在1949年9月29日发布的。这个共同纲领规定要把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要进行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第二年，即1950年6月，中共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一条就规定要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于是把所有地主富农的土地都强行分给了农民，一时间呢，广大的农民呢是欢天喜地。然而好景不长，土改刚刚结束，土地证在中国农民手里呢还没有攥热呢，中共就通过所谓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土地全部又收走了。而且当年农民们把土地交给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如今呢，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都解散了，土地呢是不是该还给农民了？根本没有。时至今日，不管是农民还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有谁拥有一分一亩的土地吗？因为中国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中国的法律还规定，
自然人不能成为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家土地所有权的统一和唯一的主体，尤其代表全体人民对国有土地享有独占性支配的权利。这个国家其实就是共产党。一句话，耕者有其田，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来说呢，就是一场梦。中国共产党执着地落实了他的第一个纲领，坚持土地公有制，确实做到了不忘初衷。不仅如此，这个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其他重要内容也没有兑现过。例如，共同纲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请问，中国的国家、省、市、县、区、乡，哪一级的人大代表，哪一级的官员是由人民自己提名，一人一票普选产生的？再比如，共同纲领呢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以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这些自由权利呢，也在名义上呢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保护。但是时至今日，中国人真的享有任何这种自由权利吗？可以自由地反对毛泽东思想而不被拘捕吗？可以妄议中央而不被双规吗？除了那几个花瓶党，有谁能够再组建一个党，哪怕就是叫第二中国共产党？带着外地户口、农村户口的低端人口，什么时候能够平等自由地居住迁徙？家庭教会、法轮功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地从事宗教和信仰活动？有谁听说过中国发生过合法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一场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但是呢，中共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清楚实事求是地交代这件事。时至今日，3年自然灾害还是官方对这场大饥荒的说辞，也是多数中国人对这场大饥荒的理解。但是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教授在十几年前就进行过调查，他说，我们让这个学生啊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那么现在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这个情况。历史上的灾害情况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在过去国民党时期，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这种大量饥民的情况，但是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的数字，这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主要就是杨奎松教授说呀，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明明是由于政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了人祸，非要文过是非，谎说自然灾害。再看看今天香港人要求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实行的普选，也就是所谓的双普选，也就是通过一人一票直接选举的方式选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根据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45条，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根据第68条，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那么香港的基本法还规定，
2007年以后呢，可以修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换句话说呢，就是2007年以后可以考虑双普选的问题。果然，到了2007年12月，香港特区政府向中国人大表示，有一半以上的香港市民呢，希望2012年实行行政长官普选，而中国人大常委会对此予以否决。但是呢，确定2017年行政长官可以由普选产生，之后呢，立法会全体议员也可以由普选产生。与此同时，中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小阳说，立法会可以普选的最早时间是2020年。在201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重申，从2017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时至今日，2007年过去了，2017年过去了，香港人盼了22年，仍然没有盼到中共承诺的双普选。而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承诺的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只有50年，难道要直接拖到2047年，让双普选无疾而终吗？1929年，中苏两国在中国的东北开战，争夺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中共第一任领导人陈独秀呢，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因此呢被开除了党籍。陈独秀晚年开始反思马列主义，批判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思想回归早年的民主主义。他在1914年发表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说，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思成立国家之精神。他说，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就是说，这种国家除了四分五裂没有别的出路，人民即使是当了亡国奴又有什么可怕的呢？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对于一个人民没有权利、没有幸福的国家，不爱也罢。前些年中国有一个时髦词儿，叫做向前看，就是不要老纠结于历史，有些东西要淡忘甚至是忘记，但是同时又告诉人们勿忘国耻，以史为鉴。只是忘记什么不忘记什么要由中共为中国人选择。比如60年前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应该忘记，因为那场大饥荒发生在共产党统治中国还不到10年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80年前饿死300万人的那场饥荒，因为那场饥荒发生在中共建政之前。30年前的6次屠杀应该忘记，因为中共也不想被人称之为天安门屠夫。但是不能忘记9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因为有了民族恨，中国人才能聚集在中共的周围，加强中共的凝聚力。40多年前数千万人受迫害、上亿人受牵连的中共自己定性为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被中共的艰辛的探索和20-30年互不否定的说法从记忆中抹去。因为它发生在中国人民最衷心的祝愿毛泽东万寿无疆的年代。但是中共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中国人近200年前发生的鸦片战争，因为中国人需要知道，中国人的百年国耻只有中共才能洗掉。这不是简单的全民失忆症，而是中共设计的全民选择失忆症。记住中共要中国人记住的，是因为这样才能得出结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忘记中共要中国人该忘记的，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才不会基于完整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些要中国人记住的也好，要忘记的也好，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谎言，
都是禁忌的史话。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德国，如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主要国家之一。列宁、斯大林的故乡也不再信奉共产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今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公有制的初心一直未改。只是在实现这个初心的过程中，中共让这个最终纲领时隐时现。正面的说，就是审时度势，讲求实际；负面的说，就是不讲诚信，谎话连篇。我们都知道伊索寓言《狼来了》的故事。牧羊童连续两次骗人，喊狼来了，骗得人们赶来救他。结果呢，第三次狼真的来了，他再喊狼来了，没有人再来帮他了，因为人们认为他又撒谎了。结果羊真的就被狼吃掉了。用当今的话说，这个牧羊童失去了诚信，自食其果。然而在今天，在距离1921年近百年以后的今天，尽管中国共产党无数次的失信于民，为什么还有人相信他？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